奶奶，现在是不是感觉舒服多了？是啊，我呀，我也给你洗洗头。你看看，累了一头的汗。哎，不用奶奶，我一会儿啊回家洗就行。啊，回家？这不是你家呀？哦，不是，我一会儿啊去医院值班，我去看华妹，顺便就在那儿洗了。奶奶，咱该下楼去吃饭了。好，你呀，来，你低下头，让我看看你的头发。怎么了，奶奶？快低下，让我看看。哎。奶奶，您看什么呢？我呀，我看。妈，你们洗完了吗？哎呦，洗完了。嗯，吃饭吧。好啊，走，奶奶。嗯。妈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啊，当然好了。吃饭吧，妈。嗯。对了，詹妮，你不是说要回医院吗？哦，对，那我去了。怎么不吃饭就走啊？妈，医院呢有饭吃。詹妮，你先过去，一会儿呢，我和你爸也过去。啊，那我去医院了，奶奶。您在家多吃点儿，慢慢吃啊。嗯，好。好，嗯。好，您在楼下等着了吗？不知道。不要赌气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明亮，哎，坐下。明亮，我告诉你们，她就是丢了的杨华，你们的女儿。妈，不是早跟您说过了吗？不，我今天呢是彻底的证实了，他就是。妈，您又发现什么了？我发现呢，在他的耳朵根后头有一块梅花形的红色胎记，记得吧？在他刚生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，还指给你们看来的。哼，这个我可忘不了，因为他是我孙女啊出生的记号。今天在他的耳朵后面又看到了，老天有眼呐，又把我的孙女给送回来了。我为什么要离开家？我要去哪儿？我有丈夫，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我有女儿，可她不属于我。我也有儿子，但儿子却在为别人奔忙。
那我还剩下什么？还能抓住什么？在温暖的六月，我却浑身发冷，在人们的欢笑声里，我只想大哭一场。其实你没必要等我。我觉得有必要。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？佳妮，你听清楚，不是我要跟你分手，是……是什么？你说。我也说不清楚，因为到现在我也没有全弄明白。可是我要感谢如燕阿姨，要不是她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，可能我要后悔一辈子。佳妮，相信我，我是爱你的。过去爱你，现在爱你，永远爱你。我希望你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话，但请你相信我，而我相信如燕阿姨。这就像我大学军训夜行军一样，天黑乎乎的，看不清前方的路，只能看见前面的人，并且紧紧抓住他的背包绳，相信他不会把你带到沟里。你就那么相信我妈？是的，因为她是你妈妈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我跟你一样，什么也没办法说，因为有些事情我也没弄清楚。郝宁，如果我不像你想的那样，我的身世和来历都是不清不楚的，你还会照样爱我吗？佳妮，我不管你是谁生的，是谁养的，我爱的是你，是你这个人。我爱的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一起玩到大的小姑娘。我妈？哪儿啊？那儿啊。她不是在家等我吗？怎么又到饭馆来了？估计如燕阿姨是来找白山来了。找白山？对，白山为了杨华妹，在这个饭店里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。真的？那快快点，咱掉头回去。妈，我上着班呢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把咱们家的尼龙绳交给华妹了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我怎么知道？那绳子我已经拿回家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不仅不能帮她，反而会造成很大的危险。什么危险啊？你小姨说，像这样高位截瘫的病人，特别容易产生自杀的念头，像什么绳子啊、刀片呀、啊，一定要远离她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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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，你快去趟医院，你去把我爸那刮胡刀拿过来。
你把你爸的刮胡刀还给他了？啊，他说他得割绳子。我，你说你怎么净给我惹事儿啊？哎，你还嫌我的烦事儿不够是不是？啊，你快去吧，我怕晚了来不及了。妈，你快去，快去。妈，你打车走啊！快点打车去。走了，妈去医院了。怎么了？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明白，反正都怪我。你们来的正好，你们在这儿等着我，我去找经理请假啊。哎，白山，你还好吧？好啊，没什么不好的。你怎么又来了？白山让我拿回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他爸爸的刮胡刀，他给你了吧？是啊。还给我吧，他爸爸还要用呢。那东西我扔了。扔了？扔哪儿了？扔垃圾桶里了。垃圾桶呢？小李拿去倒了吧。真的？我骗你干嘛呀？哎，真的，你说我要那玩意儿也没用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小李，你倒垃圾发现男人用的刮胡刀架没？是这个吗？啊，对，你还给他，他有用呢。对吧，阿姨，你要的就是这个吧？是。妈，哎呀，找到了，急死我了。妈来了。我跟他们一起来看看华美。你来了，来得太好了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你。华美，你好点了吗？我大概永远也好不了了。你们坐呀，小李，拿香蕉给大家吃。反正我也吃不了。如烟。啊，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来。啊，佳妮他们也来了。啊，佳妮来了。啊啊，那我们去看看。好。好。浩老师，你们都在这儿。是阿姨好。来来，爸妈，你们也来了，真的太好了，我正想你们呢。你看，这么多人都很关心你。是啊，我真的好幸福。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？但是时间已过，病人需要休息。除了留下值夜的，其他的人都马上出去吧。好好好，抓紧时间啊！好好好，抱歉啊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们俩留下。妈，那咱先回家吧。你们先回去吧，今天我留下来值夜。哦，不用了，昨天晚上你太辛苦，今天让米娜留下就可以了。我留下。
我留下。不用，你那么忙，白天要去公司，有那么多事要处理，华老师身体也不好，家里还有老人要照顾，还是我留下来吧。你们放心，我能照顾好他。不，不要，你们谁也不要留，都回去，让小李在这儿就行了。那怎么行呢？妈，我陪你吧。不用，你跟姐姐回家啊。妈，还是我留下吧。那我也陪你留下吧。哎，不要，我不要，你们都走吧，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。好了，咱们都不争了啊，今天这个班我指定了。哎呀，那不行的话让如烟留下。那就太辛苦您了。不辛苦。你看，你如烟阿姨把自己家里的事情放下来照顾你，你可要听话啊，不许再找麻烦了。是你自己非要留下的，出了麻烦可别怪我。不怪你，但你一定要听话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医院有意见了。好，华妹，那我们走了啊，拜拜。你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来看你。晚安。